绝对音乐，绝对新盛世。2014 HID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。马上呢，我们要欢迎这一组非常厉害的伴人。之前呢，我们要请大家举高你手上的荧光棒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全场这样子，我觉得歌手唱起歌来，跳起舞来，就是感觉超嗨啊！他们就会火力全开，完全没有保留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起来玩个波浪舞好了，右手边，一二三。Go！ 你这样播，你这样指挥不对啦，这样不对的。你要说一二三，你用手比啦。哦，好好，请将你的荧光棒摆下来，对，摆下来，摆下来。不过呢，要不要等一下再玩？为什么？因为好像那个人气嘉宾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哟。哎，对对对，那今天是人气嘉宾，掌声一下。欢迎我们的颁奖人，是。知道一天参加那么多次的 HIDO 流行音乐奖，哪一次的收视率是最高的呢？去年6月2号小巨蛋的压轴，我们表演嘛。哦，很卖力哈，很卖力，不是？不是。我想想，2012年，高雄巨蛋的15年精华，很用心哈。不是，也不是啊。大家都错了，既然是五月天担任颁奖。典礼的时候收视率最高大家喜欢看我们颁奖，不喜欢看我们唱歌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为地球上最好听的电台再次担任颁奖人，再次冲高收视率，马上请拿出地球上最强的手机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要颁的是什么奖？快点啊！我们现在要颁的就是 HIDO 校园人气团体奖。我来看一下哦。到底是有了有了，我知道了。恭喜 MP 魔幻力量。Let's rock and roll.
优秀的艺人还有音乐人一起同台演出。刚才这段舞蹈呢，是我们这次为了这个晚会精心设计的小惊喜，也是向我们的亚洲舞王致敬。希望大家会喜欢，然后也可以继续支持 MP 不换力量，谢谢。你们今天晚上嗨吗？你们都会跳射手舞吗？我想问一下那个二楼跟三楼的朋友，你们想不想要站起来啊？可以站起来吗？现在所有人把你们的右手借给我们。Yeah. 所有人举起你们右手，然后用你们的左手拉弓，左边四下，右边四下，我们试一次好不好 ？Ready? One, two, three, let's go! 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。四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七二三四八二三四，小巨蛋给自己点尖叫声。哎，我是。Let's rock and roll。2014 Hiddle 流行音乐奖。